呀，小杨？你看看，哎，不是，兄弟，我是来帮你的，兄弟。你骂谁呢？整容太整容失败之后，连心我认不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。我男的女的都看不出来。出来出来，对不起，小心。我这两指头往里一插，好，你就屎了！放开我！这位大姐，放开我！什么大姐？我是有多大呀？我看了你之前的照片，现在的你怎么变成这样？哦，变得啊！我觉得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好好说。没什么好说的。啊、我跟你说，我来的时候，我说老板，我可以长高吗？他说可以，把腿打断，让他自己长。我打断以后再也没长过，现在我。是假腿，然后我又再次相信老板，我又跑过来说，老板，我有一对招风耳，你可以帮我把它贴到后面去吗？治完以后招得更厉害了。然后我又第三次来到这里，我说老板，我的牙不好，你可以帮我弄一口整齐的牙吗？他说好，把我所有的牙全部打掉，装了两颗牙套。说实话，这是老板娘出的主意。我是这样说的，听了你的经历，你来这个美容院、整容院第一次，我觉得你可能是就是没有什么经验。嗯，但是后面干嘛？没事，别乱动，别乱动，别乱动。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你听我说。你就是第一次就整失败了，你还接二连三的来，你蠢啊你！我跟你说吧，因为我在这里办了一张卡，绝对用来了。我了解，我觉得你今天就别看在这张卡的面子上面，你想想，明天过后还有一个叫做姓张的小伙子在这等你。小妹，谁没有老公啊？你想想你老公，你还下得去手吗？你走开，你这个白骨精！刚才我狐狸精，怎么现在变白骨精？我怎么是小妖精了？这样，我请了一个外援，他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我不要什么外援，你先听听他说话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你的心声，随便找一位，随便找一位，来，这一位来，过来。来，掌声欢迎一下。现在你是谈判专家，你怎么样说服娜娜？那个，来加油啊，兄弟！兄弟，我这卡还没用完，你需要？我需要，你借我就好了。不，别说风凉话，会救我？不，那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以整我，然后放了他，好吧？我凭什么要整你？我跟你素不相识。我觉得我已经够丑了。等一下，我只想跟你说一句，你哪来的？回哪去？哇，好彪悍的劫匪！对不起，你失败了。我还找了一位朋友，我知道你有位失踪多年的爷爷。不可能。今天我也委托了以前湖南卫视很火一档。